来来，你听，就那个声音，就是我跟你说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我今天把你找来这边的问的一个，没有跟我讲，有我跟你说，我要你来听一个东西，所以是这样。你再听，它会持续一段时间，可是。就是，在敲陶瓷。其实，你觉得是哪里发出来的？感觉是碎碎那个。哎，它有点歪掉哎，可能吧，没东西，是这样，那是要一定要这样子用它，你看有点，好，等下是有点，我不知道，这样正常吗？应该是。算了，没关系，先这样。也不是，应该不是。刚刚有敲陶瓷，感觉是。为什么我要面对这种奇怪的事情？我觉得跟你说是，上次去拍废墟，我们就应该拜拜。你看没有拜拜之后就变。拜拜。你拍什么啊？就看一下有没有可能。没什么东西、啊，靠聊，没有东西。那么我聊不敢尿尿。再一下，等下我开门了。再一下，再一下。先再一下、啊。再一下，反正。好累啊。嗯，睡觉怎么办？拜拜啊。没有啊，是就走整。再。我也拜拜。太奇怪的东西。再等一下，我就先放一个地方。如果大家有声音的时候，就可以那个。是很烫，其实蛮烫的。四位这一组超烫，没事。有够烫哎，很烫啊！真超烫的，示威的那一组很烫，我不知道这样正不正常。嗯，就是不知道这个烫到底这个烫正不正常。它不是没有风扇吗？对，是蛮烫的。哦，这个很烫，这有60度，不知道怎么办。你刚涂完唇膏油。从那个你来的时候测试，起码一段时间了。它开机会可以显示温度吗？不行。我感觉都这么烫了，两台都一样超烫，还是他们其实有问题？是吗？这么衰吗？不会吧？没有办法显示，还是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要换微固，因为微固有风扇。我看看，哇！但我觉得是长时间使用下来才会知道，撕毁无效，然后它撕一半，
有过电吗？我现在没过电。你过电，我看看他有没有资料，有没有。你要那个？我还没玩过这台。我要用这个。你刚刚是用哪一台船？你刚刚是用那个四 K。我找顺便看一下是什么东西。可是你现在要传画面是吧？对啊，我看一下啊。这边我的 SDI 去哪里？我这个 SDI。这是西铁的吗？这是西铁的。啊，这个是奥特摩斯。西铁线奥特摩斯的那个头。可以用就对了。对。No signal。 算了，这 SDI out 了。没有，要有他有传，传他有其他 firmware Perius SDI 这设定好少。对啊，是这样子。Perius Auto。 又来什么意思啊？是吗？奇怪。怎么办？穿墙模式，就是它可以穿墙。嗯，我爸进去，我爸是勇者，我爸进去厕所，是我们的。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这样子，这、就是我们最近发生的一个状况，然后。如果没有工作温度是有新的资讯，我再分享给大家听。这应该就不是那个奇怪的声音，这应该是真的是人发出来的尿声。